什么？这就等下上马了，这种这就一下上马了，上马了。对，然后我们，基本上在战场上嘛，所以我想，让师哥陪我们对打一下。哦，行，来，郑岩，来，来，我们想现场对打。来来来，好，你们二位合作一回。这都是按套路打的吧？但这种套路只是其中的一个，京剧的这种套路会有上百个，我们要一个一个的学啊。上面都要记住吗？都要记住。这个只是说拿枪，我们会有拿刀的，然后各种武器都会打，所以会有枪跟刀搁一块怎么来，是吧？棍跟刀搁一块怎么来？对，它都不一样，花搭着各种兵器。哦，真的？对。那我觉得学武大特别累啊。对，我们那么体力上比较累。对，体力上、脑力上，你还得记，也不能错。你们有打错的时候？有，我们就有的时候就是他一枪打完，可能你会一刹那间忘掉。对。然后就直杵脸，因为好多东西都是打头这一部分。然后我的眼睛这边都会杵青过，都出过伤，这很正常。那你为什么不喊暂停呢？这停不了，人枪过去打完之后，你说能停吗？你说停了已经。刚才给我们展示的是武旦。对吧？这花旦你们有做派呀？对不对？会有花旦的虚拟东西还会很多，例如什么轰鸡啊、针线活啊，就类似这种。哎，来一个行吗？来一个轰鸡的吧，先来轰鸡的，对，再来鸡。我们刚刚看过这种鹦鹉的了，我们现在看这个可爱的轰鸡的。轰鸡，轰鸡，这是那个小鸡，对啊，打开。小鸡排队出来啦！哦，站着鸡。都轰出来了！轰鸡，轰鸡！哎，再来一个，合着我们平常说轰鸡那是打京剧来的。不是，但是我们平常就是生对生活就是轰轰，就这样的嘛。哎，那你要轰呢？我觉得我不会，你来可以试试嘛。来来来来来，来，我也来这个。这哥他已经来了。一开门，乖的乖的。